生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哦，发生事情哦。师傅，你们家这个开多久了？差不多20年以上。20年以上了，是吧？那、对老板娘熟吗？就之前来的时候，他人怎样？他人怎样？他人很好，很好哟、他跟员工之间有什么？没有，看起来没有，可能意外，他跟员工好不好？很好啦，关系好不好？很好啦，我们来卖，他们员工跟老板娘都很好啊。